是开玩笑，是就为了你每一种方便，你可以选蔡家胜，绝对可以。那个时候你必定要把蔡家胜的七种被写出去，吃得圆圆满满。如果你写出家胜，那么就应该把出家胜的这个被写出去，吃得圆圆满满。这化验件上面很清楚嘛。所以善财童子参的大善知识一位一位，这是最彻底圆满的，是圆教经典。第一个德云比丘出家人，头上两个还是三个王子，头上两个出家人，第三个也是出家人，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比丘尼，最后一个是出家人，那下面这个四五十位都在家人喽，很明白啊。这样所以啊说你要么不出家，要出了家这个形象一定要护持的很好，再不然你可以的什么呢，现那个逆相，像金山活佛一样，人家说这个人疯掉了，你要有这个本事哦，你要有这个本事哦，对吧？啊，那金山活佛真了不起啊，人家把那个马桶哎，把扒一下摆在他头上，他毫不在乎他老人家洗啊，就是这样。他跑到面店去的时候，我们的东西肚子，然后呢啊，地上的什么花生壳、铁钉什么捡起来往嘴巴里面塞，人家送了他好东西，他送给别人，然后喂那个狗，你有这个本事哦，那你可以乱来了，啊，这个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密教里边讲的叫明镜心，叫奉瞻心，啊，这个密法一定是密传的，那时候高人也是一样，到了他那个每个境界以后啊，他行这个明镜心、奉瞻心，就是本来这个是禁制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啊，哎，对你来说的话那不错，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呢疯也疯子一样啊，哦，那个疯疯癫癫那个样子，换掉拿我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个逆形象，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一点啊。不过处处地方注意啊，眼前呢我们呢拿这个戒是衡量自己，看别人的刚才这个原则说了，别人都是菩萨，这是我们必定要把握得住的一个原则。三句戒中，戒啊，三句戒中律尼戒者，位于真舍毗舍陀戒，或此共戒而正净智，此是菩萨。此与菩萨一位初要，故当学备。在那个三句境界当中，这个律尼戒就是刚才说，就是啊，毗舍陀戒，而且上面加上两个字真实妙极乐。我想这个不必解释，大家有数，大家了解啊，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说的共，这是共同的基础。二要正，正一点都不能错，一点都不能含糊，如法的净，如法的止，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可以啊。这是什么？那我们修菩萨的初要基础要学。是学这菩萨地云，在语些事理论上是觉知文当中说，此三种戒由律尼戒之术设持进去合合，若能与此静静守护，亦能静静守护于二。这个三样戒是律尼戒，然后呢善法戒是善法戒，扰亦有情戒啊，这个是什么？哎，是由律尼戒之术设持哦，一定要靠这个律尼戒啊作为根本，然后呢把这个合合起来一起做。所以啊，你在这个上面，这个是律尼，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比丘根本戒，或者如果在家居士的话，不管是你们是五戒是八戒也好，在这个上面呢以这个为根本去摄持它，能够精勤守护，那么你也就能够啊守护其他的两个。若有于此不能守护，业于余而不能守护，是故若有毁律尼戒啊，是名毁菩萨，一切律尼，那说得清清楚楚，是吧？所以对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能守护的话，这个比丘根本戒不能守护的话，别的就不谈了，其他的也不行。在家居士的话，五戒守不住，这个菩萨戒也不行，所以这个一毁了什么都毁了，这个一回什么都会，这个是基础，这个很清楚很明白。你屋顶上面屋顶吹掉一张瓦补起来就行了嘛，然后呢那个基础下面这个断掉了，整个的大楼就塌倒了，天下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啊。
是故若这毗舍陀律是声闻律、七舍次律、开遮等智说另学于菩萨学处是未了之菩萨皆学所有哎呀啊，已成多处说律尼戒是后二戒属于根本戒依此故所以啊如果有人执着有人说啊这个毗舍陀戒啊这个是小乘的声闻的啊说不要这些东西要取舍说关于这些东西啊不要它了啊说我现在修学菩萨是另外又修菩萨的东西啊那是根本不了解学菩萨戒的真正的重要重心啊因为在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啊特别说呀这个律尼戒换叫做声闻的根本戒是后面的菩萨戒的根本依处啊说得很清楚是根本依哦这简单极了这是根本哦你别的东西可以少的那根本就是说少掉了以后那什么都谈不到哦啊律尼戒中最主要的为断性罪喏来了说这个律尼戒当中最主要的断的断什么性罪哦然后呢性罪现在我们了解了不在形象上头哦对不对犯罪当中圆满的时候一定是意乐是意乐加行就近大家记得吧是是所做的一件事情比如我杀所杀的对象盗偷的钱意乐呢你的心理加行你做的行为然后呢做成功了这个里边我们仔细的看如果说你没有意乐这个意乐没有的话往往这个都是下品的那就你根本无犯根本无犯比如这个盗在印度啊那个时候我就杀头了然后呢在这个根本的戒当中啊这个是犯了这个盗是不可忏悔的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晓得把那个拿走了也没犯不但是大乘小乘戒当中处处地方说明这个所以尽管是遮罪的根本还是什么还在性罪这性罪指什么呢那就是那个本性而这个本性的根本就在你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说明主要断的是断性罪性罪意思指什么就是不治它本身是有罪的同样的治过了以后你形象虽然做好人心里如果那个对也不对啊，这地方虽然说性罪啊，性罪这地方性罪主要的是这样性质两样变的啊，没有治的之前跟治的以后如果说没有治的之前不犯治了以后再犯的这个叫治罪比如说饮酒佛没有治的时候可以那么治了以后就不可以犯这个叫治罪但是偷盗这样东西的话佛治了以后啊哎，果然是犯佛没治的之前呢他也犯那这个东西啊就有了性罪而且还有遮罪这我们要辨别的清楚啊，十诸性罪众故患在大小乘中皆说断持十种不善故于彼等善护善业虽等起心莫令现起啊，现在对了说那么现在既然是最重要的是性罪那么性罪当中最严重的什么呢是不管大乘小乘都说这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我们再清楚不够了啊，杀盗淫这个是身啊，然后妄语离间啊，恶口其余这是语意善的贪嗔痴所以啊要好好努力的保护这个东西乃至于起心动念也不要让它生起是不罗蜜多论云呢不应十次十一道是甚善去谢特鲁住持是为利众生啊以乐殊生定有果那个论上面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十一道啊千万不要失坏啊千万不要啊马虎啊这个是生到善去当中的乃至于得到解脱以及究竟圆满的这个道路啊，要安住在这个上头
然后呢就不断的去加深认识，思维观察利益一切众生啊，你能够这样的思维观察利益一切众生，升起这个殊胜的意乐，这种意乐是最殊胜的啊，能够升起这样的殊胜的意乐，就是心里的好要自愿的话，那一定有它圆满的大果。应当善护圣语一业，总之佛说所谓世路，此为实践世路本，古于此等啊应善修啊。所以啊，佛说的世路啊，那个这地方啊，包括了一切根本啊，戒的根本啊，都啊包含在里头了，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又称论是以世路不落灭是一说，是断十种不善十力见等都如是说，故现于此如前所说，修净歇心这诸余戒也已成办。那么不但是啊，这个论这个祖师这个菩萨也是这么说了，关于这个又称论是在谈到这个戒波罗蜜的时候啊，也说那十种，就前面从前面引申过来的十力经也这么说，换句话说祖师菩萨论经都这么说，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啊，努力修这个，这个是什么？能净歇心。那处处地方点醒我们，真正讲的戒在什么？就是我们的能断之心，要去断除跟这个烦恼，其他的就容易办了啊。所以不管我们说什么啊，总之一句话，自己就要观察观察自己的自心。在痴心当中吗？在贪心当中吗？在嗔心当中吗？那个痴里边有开头啊，这是见烦恼吗？是思烦恼吗？就这样啊，这些东西啊，你辨别的清楚以后，然后呢，自信要对着它。我们呢、啊，不应忍的，这个才是我们不应忍的。我们要斗的，就是斗的啊。所以我们天天在那拜这个斗战胜佛，大有道理。斗战胜佛降伏的什么？对峙是什么？大家记得吧？烦恼啊，一点都没错啊。所以我们现在修学第一件事情啊，要斗的是斗这个，那你就对了。如果你不斗这个的话，你跟别人斗啊，你伤害不了别人，伤害了是自己，千真万确。我们了解了这个，别人要跟你斗的时候啊，你了解了这一点，让他去，你只有同情，只有怜悯他，你帮帮他，果然好。你心里面呢，自然你就不会啊跟他一样的。万一你跟他一样，你随时觉得哦错了错了，马上让你心里面平静，你忏悔，至少你不会跟着他一起，你不会跟着他转，然后你要发心啊，你要帮忙别人，这我们才谈得到啊修学大乘。第四，如何修此等在应具作六种殊胜戒，具六种波罗蜜道而正修学，具六波罗蜜道修持自知是如，应能将他安置思路是思路四与路前说啊。那么修的是怎么呢？这个跟前面一样，这不详细解释了，就像前面布施的时候完全一样啊。这个里边也包含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像前面说的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第五，持等十义啊，那么这个也特别的再说一下，诸行所依为菩提心。我们时时要提起这个时时，不是说啊提了一下过了一下，提了一下过了一下，这样我们要想办法念念提起。所以你们必定要记住，这个正念本身是什么个状态，这个念力本身当下是当下，而且必定是当下一念，你们一定要记住的啊，这是我们要修，一定要修。所以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我们平常一天到晚啊，说起来这个当下良知实在美不可言。我们很多烦恼啊，都是莫名其妙，都在什么，都在想，哎呀，是想某人什么，想某事什么样，以前怎么样呢？这个跟我们真是了不相干，这个都是以前无始烦恼技术的相应，跑到这地方了还忙这个东西，那错的，不要的错到哪里去了啊。你真的重要的就是当下一念，看看他现在的念头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个。前头为什么有这个呢？很简单的，前头就是啊
因果因缘所生法，这么源源而来，自然而然呢、啊，这个色名色错受爱，从一生说是如此，从一念说也是如此。那么现在当下一念怎么办呢？就是保持正念。嗯，现在可不被他骗。你能够提起来的话，不管什么境界如何，那个贪嗔痴当下就淡掉，你也没什么道理好讲了。你认得的很清楚，那个道理都是在害你的，都是在害我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觉没有别的，就是觉这个东西。现在你要更进一步把这个心呢，要觉帮助一切人觉。所以当你一觉的话，心里就平了，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真正的这个修相应的品，我们是谈不到的啊，也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闻思相应的，你有了这个应的话，修相应的自然一定得到。那么闻思怎么办呢？就听懂了这个道理啊，他所持的形象啊，然后摆在心里下面去圆了、啊、去观察、啊、去思维啊，就这样。那把当下一念提起来，嗯，他来了，我不认受，要跟他斗，就这样。而且就这样当下一念，所以当下一念如何跟无明相应的爱染相应的，那么错了。爱染什么呢？你欢喜的嘛就贪着难舍，你不欢喜嘛就排斥，然后用你的道理啊讲那些种种的，再不然的话呢迷迷糊糊待在那里，这都是不对的。现在懂得了佛法了，哼，现在我认得你，哼，你原来就是我生死第一大冤家啊，无始以来一直跟着你，我也莫奈何你了。因为这样，现在眼前感到种种不如理的这种环境什么等等啊，那不管他了，那以前造的嘛，我也莫奈乎他。哎，尽管我莫奈乎你，但是现在我了解了，那个决心提起了，对不起，你也莫奈乎我，就这么妙法啊，心里面就啊太平无事。这是我们呢闻思相应的这个正念，还要有正知见哦。哦，这个正念正见呢、啊，永远是啊，两个难兄难弟啊，不要说难兄难弟，难兄难弟是坏的啊，两个好的好搭档啊，这样你保持这个没问题了。不应失坏，见令增长，这个不可以失坏，不但不可以失去，不可以坏掉，还要把它增长，是为取得戒等诸心所有根本啊。我们一切行持的根本在这里，也是。第一，这只损害一切有情，大地以上所持思路为所愿境啊，这是一切损害有情，你损害了，对不起，反过来都是损害你自己的。所以你能够这只损害一切有情的话，你对一切的损害你也遮止掉了。这个是啊，真正是啊大菩萨所学的啊，这个是大地上菩萨所持的，这个是我们真正所愿的。我们现在平常，我常常鼓励我自己，我也但愿呢、啊，作为同学也一样，在这上学的话，就要学这个鼓励自己。我算什么？啊，出家大丈夫士，人天这个将相根本算不了什么，三界法王，这个才是我真正愿的地方。所以人家说你真正见到了大的地方啊，小的地方根本不在。前面不是做生意吗？做生意人还比我们强得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现在东西哦哟难舍，做生意人呢、啊、就那个好东西包装的好的，就怕人家不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他想尽办法把那个东西啊叫人送给人家。他为什么送给人家？赚钱呢，简单极了。所以我们真正说起来的话，我们还不如个时间的做生意人。为什么呢？他就看得比较远，他把那个东西送给别人了以后、哦、他钱赚回来了。现在我们就这么差，那一点都看不见哦，这为我，就为了我呢把我害了，就这样。所以并没有叫我们呢说损害我们呢，却相反的，佛是真正是为了我们说啊，某人呐、啊，为了你好要这样做啊。而我们现在所以伤害，说来说去还是两个字，颠倒啊，自己以为做对了，就完全伤害了自己。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晓得我这个不管什么都是错的，哎，要听着佛说，哎，结果也对了。那么这个正确的好的才是我们真正啊所愿之处，所愿之境
我们要求这个，所谓大地菩萨所持的思路，这个就是圆满的思路，这是我们应该要的。所以我们先千万一开头的不要说，哎呀我是凡夫啊，然后呢下面一句话，这是我们才在不应该的。我现在一直说啊，我是凡夫啊，我要赶快努力啊，他已经成了菩萨了，上天怎么努力，我是凡夫怎么可以不努力啊，我要是凡夫啊，所以我在因理上面绝对不让一点点那个错误的种子放下去，正因为我是凡夫，所以我因理上面呢绝对说我一定要圆满，一定要圆满，要达到的境界一定要圆满，要淡出的这个坏处啊要彻底拔除。我一天到晚就为我自己打那个气，你别看我老了，我就这么打气，将来啊等到我再钻石出头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住的时候啊就比你们走得前了，人应该有这个志气。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那是大地上所持的思路，是愿境与初发业诸境之处啊，当从现在自心修学，对的，这是我们凡夫嘛，所以我们初发业啊，初发业的该做该遮的地方就从现在开始，这个现在在哪里开始啊，当下一念喽，然后当下一念怎么做法，自心修学啊，那绝对不是马虎，不是骗别人，骗别人那是骗自己呀、啊、跌跌去就自就到了，意思要到我的心里深处啊，不让他有一点点漏洞在，特当了知舍不善等性者诸罪，日日都起防护之心，由于自受律逆之诸根本罪，有因力略属其防护。那么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个原则啊，这样。那么这个原则当中，眼前我们真正行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前面的四样东西啊，叫信遮住罪。为什么讲信遮呢？就是说这十样东西本身都是信罪，然后你受了戒以后的话，这个又是信罪了，而是遮罪啊。所以我们现在出了家以后，有很多人说，哎呦出了家了，好像该受人家供养，人家来供养来的时候总说的，哎你没受戒，你没有你的份。我现在啊确确相反啊，我现在受了我的戒了，好好好，我以前可以贪这个东西，现在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这个心里面跌跌确确的啊，我尽管做不到，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为什么比如说随便一件小事情，乃至于在斋堂里边，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晓得我心里面现在没有摆得平啊，怎么办，那学他要这样去做，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啊这个信罪下面还加一个遮罪哦，我们千万不要看错哦，不是说啊好像我们现在啊穿的这衣服该人家顶礼哦，而我以前啊还犯了一个错误，哎呀觉得这件衣服不好穿，甚至人家给我磕头我也磕完它，现在发现不是，绝对不是，磕完也没有用啊，在磕的时候你心里想想啊，我一定要把这些清净床像撑起来，一定要撑起来，不是我的呀，这是佛的呀，让他渴，然后呢我全部精神贯注的话，我也得到好处，他也得到好处，我这是战战兢兢啊，他磕了我个头啊，我心里面搞善知识，他随时提醒我，我哪地方啊不可以，我最早以前呢还穿了这衣服，人家磕了个头我很得意，觉得哎自己好像那个啊，后来过了一些时候啊，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他磕了一个头，我觉得我没这功德，我磕还他，现在发现这两个都错了，两个都错了啊！这是我随便呢把我常败将军那个败的情况来告诉大家，就总之一句话你们要记住，信罪固然不可犯，遮罪又不可以犯。遮罪啊这个里边呢我们现在不必去讲啊，到那个将来这个在家备览上面会告诉我们，会告诉我们佛不出世信罪也在，可是呢遮罪这个自戒的话一定要到佛出世，而佛出世真是难得啊，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办呢，有了这个认识啊，日日都起防护之心，其实这个日日啊时时刻刻啊没有一分一秒的
这样你真的能够做到的，对，尤其是对自己的根本罪，因为别的罪啊，我们烦恼生一个不小心还可以忏悔啊，那根本罪一来就坏掉了，就要努力防护。那么在谈到这地方，我们大家了解，所以这个里边呢，一再记住啊，这个贪心还勉强，那个嗔心是万万不可以啊，那个东西是厉害啊，我自己也晓得这个是最难断，我花了这么大的努力到现在才发现啊，才多多少少啊，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啊，现在我还是啊，随时随地提醒自己，一旦出门的信心来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平常的时候处处地方小心，哎，效果很好，你只要稍微一起来感觉到了，把它摆平，等到你一起来了以后啊，你要想摆平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一旦起来了以后啊，他那个业你要忏悔让你很难弄啊。现在尤其是我们出了家这个圈子里头，不要说不出家呀，就这样，你这个大宝就经常告诉我们，哪一个菩萨你又不知道，所以你一个不小心八一年成心起来了以后啊，哎，那这个将来这个恶报纸可怕呀，可怕的不得了，那你现在要自度要度人，那你连他这个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呀。所以关于这些事情啊，这个最好的办法，我是鼓励你们为什么要多看那个德育古鉴，你就看那就是世间的人，他起心动念之间一下啊，那马上那个果报就现起来了，所以你把这个都配合了，现在这个理论我们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的知道了，然后呢再加上那种果报摆在这个地方，你只要多思维多观察的话，没有做不到的道理。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285页，上面关于戒啊、波罗蜜都讲完了。那么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回忆一下啊。从虽然它这个很简单、很扼要，但是把这个戒的基本精神就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非常难得啊，都是。精进了解戒的重要，可是呢戒的基本精神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在前面这个简单扼要的介绍，所以在戒波罗蜜多没讲的之前，我就跟你们说先看一遍，原因在此，尽管它的主要的内涵没有讲，可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特点一定要把握得住换句话说，我们出家从小乘的愿力心开始出离，解脱求解脱，那最大乘的求无上菩提，根本原因你一定要把握得住，那个时候才谈得到所谓戒定慧。如果你这个把握不住的话，那其他的我们做的事情都在那里啊，在枝末上面走远路，在枝末上面走远路。那么前面一再说过了。刚开始我们接触一定接触那个枝末，这是没错，但是我们不一定从枝末的地方要摸到那根本上去，这是一般状态，一般的正规路线。那特别的呢，他一开头的就找从那个根本的地方找到，那是非常特别的。而大部分现在我们错的摸到了枝末就停在那个枝末，而觉得这个很对，你别看那个枝末有它非常殊胜意义的我不要听那个文字上面来说那个字幕有它非常殊胜的意义的，但是呢这个字幕的话就是要转到那个根本上去的话，那禁锢的实现是一个天文数字的长，这是我们呢说过很多次的所以在这地方呢我们重新再提一下，跟前面这个自己回忆一下，这样我们继续下去。忍波罗蜜多，那就是六度当中的第三一度，忍入波罗蜜多。